骂了，别骂了，求求了。那你不重新借个号啥的？啊？存着，我真的，我今天这个号，我还是，哎呀，只搞了一个号。完了之后，如果再搞一个号，我要去向别人借。朋友比较少。那怎么说？那你，那这五分钟我们干什么呢？五分钟干什么都行，干什么都可以啊，做你想做的，干你想干的。你有 QQ 游戏吗？有啊。你打开 QQ 游戏来，小姐。好，我来了。咱们来一把五子棋，来来来。好，惊险刺激五子棋游戏。啊，来吧，五子棋。好的。什么年头了，还用 QQ 啊？我还得登下 QQ。QQ 游戏 ，QQ 游戏。谢谢桂子老公送的飞机啊，五子棋是吧？啊，来个五子棋啊，五子棋，有没有？哪个厅？哪个厅？来五子棋，无尽手二区。啊。然后。第几房呢？二十房间号，然后桌子的话也是25。桌子25。哎呀，等一下，重新来。Superman。你叫沈慈是吧？对啊，我坐进来了。哦，这么快进了，来来来来来一把了。嗯，我先下，行，那我先下。最近有没有看个电视剧啊？《棋神》。怎么说，小老弟？怎么说？紧跟你的步伐。怎么说，小老弟啊？开始搞这种套路了。套路，套路不行吗？套路不行，看来没少下呀。还好吧，偶尔会下一下。嘿，嘿，你这样子我好被动啊。那就是要你被动啊，那不让你被动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这把有点悬呀。那不然呢？我看看。这嘿，还想走哪？哎呦，哎呦喂呀，哎呦喂呀，怎么说？还没到，还能赌？怎么说？啊，还能赌？我不信。怎么说？啊，这 你输了呀！完了，你输了，完了，怎么说？人生就这样毁了吗？怎么说？你这羞辱我呀！你这是，怎么说？羞辱我的智商。你在羞辱我的智商。怎么说，小姐不太行、啊、没事了，那没事了，那没事了，再来一把，来，对对对，再搞一把。你先下，我来，你先下吧。我看看啊，我想想这上牌怎么下呢。学、模仿我是不是，小姐现学现卖是不是？有人模仿我的脸，有人模仿我的棋，知道吧？现学现卖是吧？没那毛病。嗯，刚刚怎么下的？这样，师傅不对呀，不太对呀，现学现卖是不是？没学到位啊，小姐，没学到位。你学到位了，才两个棋就要想这么久吗？怎么说，小老弟？怎么说？我不能这样怼你，等会我又输了，多打脸啊！这还用想吗？肯定赌这边。我操！我操！那你不就输了？我好，可以。哎，我好，现学现卖，我学到了，学到了。这个套路还可以吧？这套路可以，有点屌。可以。嗯。好。哎，别错了！哎，歪了。你歪了，他妈也赢了！你歪了，你在羞辱我，小姨。你歪了。开了，
特特。你这个才是真正的套路。其实没有，我没有修容，怎么敢啊？可以的，是一个。我怎么敢呀？可以的，一定狠。一比一，可以，没有显得我很菜，也没有显得你很厉害。其实刚才我是让你的，小姨，因为刚才赢了你第一把，真假的，对对对，再赢一把的话，到时候你是老板，你说了算。嗯，谢谢你，你好好啊！我的天，我都没见过这么好的老板，我的妈呀呀！这样可以不？小姐别搞啊，我不吃你这一套 啊！这不行吗？这样不行吗？啊，不吃你这一套的，小姐。那我再换一套，好吧？你换吧。哎呀，你不觉得今年冬天，就今年冬天来得很慢吗？不觉得？今年冬天来得很慢，咋的了？你要过冬啊？啊？不不不不不，我还冬眠呢。你要干啥？冬天来这么快，你家没空调，你要干啥呀？我家没空调，但是就如果有人能帮我取暖不就好了吗？干嘛要空调呀？多浪费钱呐！谁帮你取暖呀？那不得看谁可以来帮我取暖了吗？意中人，意中人。咋帮你取暖呀，小姐？你告诉我。就捂着，捂着。捂着取暖。捂哪都行。哦。捂哪都行，这个可以的啊，是一个狠人。你别帮我选哦，我不帮你选了，我五楼，你五楼，你也没有、哦、没有办法帮我选了，我来。这一把的话，我来看一下啊，来一把什么英雄操作一下？搞一把操作的、猛的，让我看看你猛不猛。不要选那种特别猥琐的，要不然我就看不到你的精彩剪辑了。哦，这么会说话。潘森，那可不，我会时刻 OB 你的。你要 OB 我，这么狠。对，出错了我就会嘲笑你。可以的。是一个狠人。证明你的实力的时候到了。是一个狠人。嘿嘿。兄弟们，跟这个小姐聊点啥呀？看看对面是什么？大家给点思路啊！兄弟们，给点思路行不行？真的好冷哦！咱直播间有没有那种搞心态达人？你们一般跟小姐聊点啥呀？可以的啊。卡莎，哦，又换了。奥巴马，不会拿奥巴马这种英雄走什么的、怎么换泰坦啊？泰坦可以啊，泰坦太好了，我就喜欢泰坦。你要切他吗？我切泰坦干什么呢？我一个刺客，我切泰坦干嘛？可是我不知道对面是什么 ID 啊。啊，不管了，露露。可以的，是一个狠人。点一手保护。小姐姐，你今年多大了？你感觉我多大？你感觉我这个动静多大？我听你声音的话，你应该是个萝莉吧？是不是？谁是萝莉啊？会不会说话呀？你好好说话，谁是萝莉啊？你是萝莉啊？听你说话有点像萝莉。我是少女。什么萝莉？哦、你还会变身的呀？你是不是开了变声器呀？怎么还会变音的呀？小姨。现在谁还开变声器？这么土、啊。那捅到掉渣了，那你还得操作的时候还得慌里慌张的按变声器，太麻烦了吧？这么狠呢、啊？那可不吗？让我看看选什么？你怎么提莫呀？咋的了？瞧不起提莫呀，小姐？提莫中单可以呀。瞧不起提莫呀？让俺看看你打什么？你打男枪吗？我打男，瞧不起男枪呀。我没瞧不起男枪，我瞧不起提莫。如果提莫被男枪打爆了怎么办？我时刻OB你的。提莫被男枪打爆了不是很正常吗？啊？那你为什么要选提莫呢？怎么不选一个猛一点的？我喜欢不行的吗？我可以，你说什么是什么、我怎么敢反驳你呢？就算你选提莫，我等会会被你问你加油。刚才那个哪个声音才是你本来的声音啊？啊，就这个声音，我怎么平时说话就啊？怎么了？这样子，我平时这么说话呀，那不做不辛苦呀？啊，这么狠吗？是一个狠的。小爷，这是什么狂啊？这是白银狂还是白金狂呀？白银狂。我这个白银狂跟白金狂怎么感觉
差不多呀。啊，你死定了，小姐！这把对面 ADC 的名字叫做“虐最强王者如虐狗”，你死定了。可是我又不是最强王者。他虐最强王者都虐过了，虐你这样的话，那跟虐个草履虫差不多。你知道吗？你有听过一句话吗？最强王者的人，就是他的走位跟青铜是完全两样的，你懂吧？谁跟你说的？嗯，就是这样子。你这把别给我下路打爆了，小姐姐！你要打爆了的话，我给你头给你打烂。嗯，我不会啊，我不会啊，我加油！只要这个 AD 不卖我，啥都好说。好好混啊，好好混。哇，真的太冷，这个天气。这把的话这么说吧，快冻僵了。游戏还没开始之前，小姐，这把的话，我觉得你下路可能极有可能会被打爆，怎么说？我不允许你这么说。你如果没，你如果被杀了怎么办，小姐？啊，那被杀肯定会被杀，但是被穿我觉得还不至于。你如果被杀的话，你死一次喊我一声爸爸怎么样，小姐？咱们玩个小游戏。那你死一次，你喊我什么？我死一次喊你一声儿子怎么样，小姐？小姐，我的游戏头都打歪。小姐，我游戏体验瞬间有点差了。嗯。啊，这样子吗？这么强？啊，对不起，我刚撤回，我刚嘴巴里有点皮，我就死皮。我游戏体验突然有点差，小姐，我想。没有，怎么？想给你写个500字的差评，等一下。我不允许你这样说啊！不。我错了、好，你说叫什么？你说我，你死一次喊我声，死一次呀、啊、一次就要呀，那不然呢？那你有些小姐她就怎么的也是什么两三次吧，这一次就开始不太行呀。咋不太行？我觉得可以的，小姐。泰坦耶，泰坦咋了？泰坦很屌吗？泰坦屌，有情况，勾到我，我去世了。有情况，来了来了，入侵了，还不走。像你们女孩子喜欢这种提莫这样的男孩，还是喜欢像那个泰坦这样的男孩？话匣扎针。大家是喜欢像提莫啊？不是，对，提莫。真的吗？嗯。对，本来想说泰坦的，想想不对啊，提莫。想让提莫这样的男孩给你当狗是不是，小姐姐？啊。你这么小当狗呀？你这是什么？别人都养哈士奇，别人都养什么？胯下长城。你这叫什么狗呀？博美啊。不要泰迪。你就要把提莫说成泰迪，我觉得你在侮辱提莫，小姐姐。我现在要替天行道，给你来个5星好评。错了，别总这样威胁我，我挺怕的。来呀，蓝墙，我这把要折磨死你，信不信？什么叫折磨？你是，哎，我还没问你是哪一人，你都知道我是哪一人了，你怎么没问你是哪一人呢？可以打听一下不？我是地球人，我是哪里人？胯下扎针。哎，错了，哥，你这不讲废话，谁不是地球人？我外太空人啊。A。不要着急啊，我来折磨他。胯下扎针。那你冷不冷啊？小提莫。冷呢？冬天能不冷吗？冬天。哪里冷？冬天可太冷了。是长官。哪里冷？哪里最冷？哪里最冷？心最冷。心需要人温暖吗？你是不是得病了？我没得病，我哪有得病？哎，这男枪怎么拿一血啊？我靠，欺负欺负这个小朋友是不是？这个可以、啊。我靠，给对面拿一血不应该的。他交闪现了。我最近有点犯病了，你既然这么说的话，我觉得我犯病了。你知道什么病不？你要不猜看看？你应该是得了那个佝偻病吧，小姐。什么病？你刚刚说什么病？狂牛病。佝偻病，你说得病了？哦，我以为你说得了公牛病呢。我是什么东西？公牛病啊？我好。我第一次听这病，你自创的吧？给蓝枪。公牛病是什么东西啊？佝偻病就是百度一下。
你就知道。我还要百度，我现在太忙了，没有空百度。你一看就是那种没什么文化的小姐。我你是不是没上过学啊，小姐？我感觉跟你讲话。我上过，我怎么就没上过学了？你瞧不起人呢？你上的是什么学？那我问你一种病，好吧？来来来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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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脚底抹油，来来，胯下扎针接平 A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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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操，接平 A， 接胯下扎针，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我操，起飞，拱手相了，但是很可惜，就拿了一个头。很可惜啊，看到了，这个 AD 不能是个 B。嗯，小姐姐，你谈过几个前男友啊？谈过几个前男友，就是我专门谈前男友的，对吧？就是你谈过几个男朋友啊？我谈过两个前男友，那你谈过几个前男友啊？小姐，你再阴阳怪气一下，信不信我？对不起，错了，看到没有，我杀人了。胯下扎针，我一个男孩子为什么要谈男朋友呢，小姐姐？你这话说的。没说错了，女朋友，你谈过几个女朋友？胯下扎针接平 A， 接平 A， 算了，饶你一命。我去前面看看路。你多大了？我九七的。九七年，今年是九七是二十几，二十三，二十三岁啊，二十三岁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你还没谈对象呢。我，你不能七老八十了吧？你多大呀？我觉得听你的声音，感觉你应该蛮年轻的吧，还挺好听的。我九四年的呀，小姐。九四，四五六七，比我大三岁。是呀。那也不大。嗯。那比你大了呀。讲道理，你怎么跟差多少？那你告诉我，你谈了几个女朋友呀？我谈了几个？我谈了有我已经九四年的了。我谈了不到一百个吧。谈不到一百个。啊。行。我差个男的。那我刚刚撤回了，我只谈了一个。你就谈了一个呀？骗鬼！你谈了一个。我信了你。你刚刚既然说我有点问题啊，你觉得我有点问题，那你有没有觉得说你从小或者是怎么样，就长大时间发现有没有自己得了点什么病是没有办法治呢？今天就让我来帮你看一下，知道吧？我以前学过学医的，我进来帮你诊断一下。你在说什么屁话，小姐？你不是跟我说你从来没有得过病吗？没生过病吧？不会吧？身体这么好的吗？我得拿个蓝 buff， 我感觉这个人马又来了，我操！哎，人马看到没有？我的旁观已经看到人马了。我看到了。看到没有？我们这打野胯下扎针。他想要过去滋润他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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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来来来来来，漂亮！你一个我一个，这一个小吹，太爽了呀！我发现提莫打男枪真的是有手就行，我靠！哎，不觉得？哎，我刚刚说最近我这很冷嘛，对不对？你刚刚说你那也很冷，那你能不能觉得今年呢？就是你冷你就多穿点衣服，你冷跟我说有什么关系，小姐？你好没有情趣哦。我为什么要有情趣啊，小姐？我干嘛要有？每个人都有情趣啊，难怪你现在没对象，你现在是不是单身？我干嘛要有情趣啊？我打游戏要啥情趣啊，小姐？那打游戏你看嘛，像有妹妹作陪，不应该有点情趣吗？幽默。你妹妹作陪，陪啥了？陪我打游戏啊？我可以陪你干很多事情啊，对吧？干啥事情？你说一下。就做你想做的，干你想干的，对吧？我刚说了好多遍了，你怎么不信我？胯下扎针，平 A， 平 A， 舒服。
有点强。嗯，我看看你多少个头，三个头。你死，你已经死一次了呀！现在，啊，对，我死一次了。吃塔皮了，吃塔皮了，吃塔皮。哎呀，我什么时候死的？我都忘了。嗯，你都死一次了，怎么说，小姐姐？你刚刚说叫你什么来着？你再说一遍，小姐姐，你在装不知道是不是？你刚刚这样。嗯，不是，我是真不知道，我忘了，你不相信我？我说真的，骗你干嘛？你是不是装，小姐姐？你说这在装？我没有，你怎么就老不相信人呢？真坏啊！你这种小姐姐太坏了啊！我没有，我错了。你说，你再告诉我一遍，我真不记得了。你他妈的！你刚刚就说，你刚刚说，如果我死了，你叫我一声儿子。儿子喊一声啥？你告诉我叫你什么？就是我如果生了个儿子，儿子应该喊我什么？来喊一声来。儿子应该喊你父皇。你不能这么搞啊，小姐姐。是这样子吗？嗯。父皇不对吗？这怎么对呢？跟我爸，我跟我爸的手机备注都是父皇大人。哦，你都喊这么喊了，那你就喊真实一点，是不是？喊真实一点，喊什么？爹。嗯。你别拐弯抹角的，小姐姐，我最讨厌你这种拐弯抹角的，搁这跟我装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嗯。人家没装，没装，怎么就装了呢？这个人做个贪欲九头蛇，不当这老是帮男枪抓个头有用吗，兄弟？有用吗，兄弟？我一个 Q 你痛不痛？想补刀？有用吗？想补刀？两个 Q 半血，敢补刀？想补刀？想补刀，死了，不死吃屎了，就是这么简单粗暴。嗯，这么快就推塔了，胯下炸呀。哎，没蓝了，蓝没有，好费蓝。哎，为什么不给个蓝？这人为什么不给个蓝啥的？我感觉我这英雄太费蓝了。嗯，推了，推了，推了。完混蛋了。推了。我溜了，蓝没有，不给蓝，溜了，回家。嗯。谢谢凌晨送的一个飞机啊，感谢。凌晨真的贼慢贼冷，谢谢老板给我送一架大飞机，谢谢老板啊。兄弟们，我们应该跟这个小姐聊点啥呀，兄弟们？聊啥呀？这在直播也不太好聊一些直播以外的事情。小姐，我能线下跟你深入交流一下吗？在呢，小姐，怎么了？我说今年的冬天觉得来得好慢哦，你又不说。来得慢咋了，小姐？到底慢不慢？到底慢不慢？你别搞这种土味情话啊，慢慢小姐，我不吃你这一套啊，小姐。我想说的土味可好难哦，真的吐了好几遍。但其实我不，这不是土味情话，你知道吧？你不要搞这种土味情话来恶心老板啊，老板不吃你这。我真的，哎，我真的不是想跟你说土味情话。两个人哦，你要小心哦。我一个 Q 扎他半血，你确定吗？哦，那没事了。嗯，你不撩我，那你跟我说这个冬天来了是啥意思啊？你是不是得病了？冬天来了怎么办呢？不是我不是得病，其实我刚刚真想问你，我其实得了一种病，但是你又不告，你又不问我啊，我得了什么病？我一直在自顾自地说我得病了，感觉我真的有病。兄弟，给个，我操，这个必须要给我，这个不给的话直接挂机啊。来吗？直接挂。已经不给你了。你他妈了个巴！请把你的图，请把你的地址发给我，我要给你邮坨屎现在。
他觉得你不需要。哎，我屏幕锁了是什么意思啊？脚底抹油。为什么？胯下扎针。漂亮。哎，我屏幕咋锁了？哇，想扎针。卡住了，我们重新再看一下嘛，先出来看一下。好了好了。皮莫现在感觉非常不开心，并且给你来个有点难受。然后什么？嗯，来个回马枪。这个人为什么不给中单蓝 buff 呀？我靠！上路要被抓了。我要偷你鸡了啊！我要偷鸡了。我没有蓝，我现在一个大招75点蓝，太难了。嗯。很慢是吧？太难了，欺负老实人可以，欺负老实人。你四个头了，现在已经挺好的了，真的。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，我还以为你会被打爆了呢。哦。哎呦，这个螳螂。哟，你还不走？啊、我靠！胯下扎针，点燃。你是不是常常被就是比心的小姐姐撩啊？你是不是常常点单啊？你是不是一点单就被人撩啊？还是怎么样？你怎么会觉得我会撩你啊？我偶尔会点比心小姐，我发现你们比心小姐都是不是都有一套，啊、喜欢撩，都有一套吗？喜欢撩人是不是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啊，自己的方式是吧？但其实我不是来撩你，我不走这一挂的，你知道吧？也不撩人呐、啊，你们小姐姐为什么这么喜欢撩人、啊？也可以撩啊。那你说你这么害怕被人就是撩的话，你是不是自身有什么难言之隐，就是没有办法诉说？其实小姐，你才害怕被人撩。其实小姐，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，这女孩子一撩我，我就会紧张，说不了什么。你没谈过恋爱、啊？对，就我就会。我其实第一次，我大学毕业了，但是我大学的时候一直在认真学习，基本上没怎么跟女孩子就是有过多的接触。听说这个网络上有个比心这个平台，对吧？你不用花很多钱就可以跟女孩子来一波深入交流，好吗？哦，花很多钱，聊完之后来深入交流，可以。那今天咱们就来一个聘请交流，谢谢、啊、行不行？谢谢你的500块钱呢。所以说，你杀了谁呀、啊？又？像你们女孩子怎么样不花钱才能追到你们女孩子呢？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？嗯，不花钱追女孩子啊？啊，对对对，用爱感化她，还能干嘛呢？还能怎么办呢？Oh my baby， 谢谢你的蓝安 buff。交闪有用吗？交闪有用的话，还需要闪现有啥用啊？飞塔。交闪有用吗？交闪有用，治疗有什么用呢？飞塔，飞塔，推塔。怎么样不花钱才能追到你们女孩子呀？用爱。温暖。我一直没有搞懂啊，像这个世界上它还有光棍，是每个人他其实身上都应该有闪光点，为什么还有光棍呢？是因为对爱情失去了信心，所以说不是不想找。这个闪光点是要有人看得见你的闪光点才行。你说就像金子对吧？那句话怎么说？像金子沉入海底，没人看到它，怎么把它捞上来呢？对不对？嗯。你得有人发现你的美呀、啊，哦，除非你长得很帅，就是人群当中一眼过去，天哪，这个人帅的一不行了、哎，管他有没有文化，管他有情商高不高，我就要他了，对吧？哦、除非你这么有钱，哦，给你看，哇，太有钱了，这个人哇，长得真丑，但哇，太有钱了，不行，我要了，真的巧的要命，别碰，胯下扎针、啊。行哎，哎呦，我好你，我救你，拿我两个头，这个人，我白救你了，我应该把你卖了。可以，嗯，这一波救人怎么样？我先回家。可以。
我回家买个上身书了啊，不行，好像啊，直接买上身书了。小姐，我从小得了一个病，所以说一直没有谈过恋爱，啊，从小就得了一种病，你知道是什么病吗？什么病？你猜猜是什么病？我操作一下。哎，漂亮！哎，踩到了，怎么说？采蘑菇。我来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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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谈谈乐，踩一踩。你得了什么病？你得什么病？不会是相思病吧？我操 ，K 头怪！我靠，交闪现！暗号，暗号，暗号，暗号！咋？我这个电，我这个屏幕怎么偶尔会卡一下？是啥意思？你这种卡吗？那还能怎么办呢？电脑不好？怎么说？有想法。我从小得了一个奇怪的病，有点心理疾病。心理疾病怎么样？发现你的软件有安装行为。什么意思？真的操作太猛了。啊？阻止一下。什么意思吗？阻止一下。怎么说？既然你有心理疾病，我刚刚说了，我学过心理学，你说给我听，我就可以给你开导，不收费的。你还给我开导呢你小姐，我看你是马保国干卡大力士，简直就是自取其辱。你你快点说给我听听，我给你开导。你开个锤子啊，你开导。你大学学的啥？你都没读过大学吧你小姐。什么叫没读大学？读过好不好？97年没读大学，那我在家里干嘛？你大学读的啥呀？啊，我读的设计，但是呢我兼职读了心理学。哦，兼职。你还读心理学？你知道这种双学位，你知道吧？你懂这意思吗？操！这个被抢了。那不然呢？你我。那不然呢？这一波，这也会被抢啊！我靠，白打了。这一波铁裂开。435。快点，我迫不及待要给你开导了。你要帮我开导是吧？其实我有个病，就是我从小啊，就是看人就像看水果一样，就是我看到我走在马路上看到这个来来往往的人啊，潜意识就会把人当成水果，好吧？所以说我除了工作就很少出门，因为打游戏就不会把人看成水果了。我靠，伤害真高！所以你就喜欢打游戏是吧？啊，我很少出门。我没有听过这种心理疾病，真是我第一次听哎！把人当成水果。啊，把人当成……我觉得，哎，等一下。牛！我觉得我长知识了。哎，第一次听这种病。快点扎针！哇好，伤害有点高。你的成名。哇，好高！喂。我 A， 哎，我变羊。我 A， 我交闪，我推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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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嘿嘿。你说这个病你有去看过吗？你不是学过心理学吗？我这个是什么病啊？啊！把人看成水果，水果病。水果病，你这是你懂都不懂，小姨，你臆想症你不知道吗？那你跟我科普一下。你还说你懂心理学，你搁这跟我装。